各位来这儿旅游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呢跟那个我老婆这个来伊朗旅行，那么到亚兹德的时候呢，住在了这个 Goodfellow 这个 hotel，然后呢我们认识了穆罕默德先生，然后这个旅馆我们认为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，因为房间很干净，卫生间就是出奇的干净，包括它这个洗澡跟这个卫生间的分离，然后呢白天会有这个空调往这里边吹。所以说，在这儿还是非常舒适的，而且这个地点非常好，它就是在这个整个亚兹德老城的这个很中心的地方，所以说你去哪个景点都非常方便。而且这个穆罕默德这个房主啊，他是非常好的，帮我们订票，然后又这个给我们一些建议，所以说非常感谢他，而且也非常推荐这个 Goodfellow。好，谢谢大家。